对待此问题，立即收回恶劣言论，向全体中国人民做出真诚的道歉。CNN 也对于中国外交部的要求做出反应。No。与相关两国同意不对国际法及对外交行为声称做出什么裁决，两国的双边关系都不甚理想。外交部长杨润文和到访我国的马来西亚外交部长莱世雅宾都表示，无论判决如何，今晚双方都会尽快接受。